Good morning, Jesus. 耶稣高赞，兄弟姊妹万高赞。明仔再开始，德州就会开始 reopen。咱知影真侪人开始咧冻袂掉，所以今仔日一早起，甲大家做伙来思考着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二节。咱若是会当忍耐，也要甲伊同齐做王；咱若无忍伊，伊也无要忍咱。咱若是会当忍耐，究竟？什么是忍耐？我相信真侪时阵，咱很主事的人，因为逐项拢要紧，逐项拢想讲马上，所以咱已经真久真久唔爱去思考什么叫做忍耐。这段疫情无法度出门的时间，我相信你我拢会当体会到。总是两忍耐有分到两款，一款就参像运动员同款的，你必须要坚持落去。咱在运动员伊咧训练的过程的中间，无可能是走一天休两天，无可能是想要就去做，那无就歹去做。伊是需要坚持的。伫过程的中间，唔是遐尼容易，因为有真侪时阵脚会疼，有真侪时阵开会喘袂起来。但是因为伊知影头前面有一个奖牌伫迄个所在咧等候，头前面有一个比赛伫迄个所在咧等伊，所以伊为着要达到，要摕到迄个标杆，还是讲要摕到迄个奖牌，所以伊需要坚持。坚持行忍的过程的中间，忍受别人所无得忍受的，然后咱看见着，为着就是要得到奖赏。另外一款叫做安静听候，就亲像咱咧钓鱼，我们在里边钓过鱼无？钓鱼的过程的中间，有真侪时阵是需要忍耐，是需要听候。你迄个所在看迄个浮动跳来跳来，也是完全拢无有震动，甚至有可能几点钟，可能几日。所以这个所在甲咱讲，咱若是会当忍耐，就要甲伊同齐做王。是，有真侪时阵咱需要学习，伫主的内面挖靠主来忍耐。咱若是会当忍耐，忍耐毋是无目的，忍耐。那是因为要甲主做王，我靠伊，伫伊个内面得蒙伊个保守，上帝恩准，和马啊，甲着这个啊，马啊甲杯子，麦子跟杯子做伙成长，但是当收割时阵，只有马啊会当被丰收。所以亲爱兄弟姊妹，究竟你我是马啊，还是杯子？阿头来祈祷，特别阮恳求你帮助着阮，伫人生道路中间学习忍耐的功课。虽望政府伫明仔载开始要 reopen， 但是阮知有真侪时阵，阮也需要忍耐、听候，等到合宜的时刻，阮才知要安怎来行动。恳求你和阮有迄个意志，尝试知要安怎来坚持。愿上帝使阮保护、看顾教会中间的每一个兄弟，带领着阮每一个人的日。感谢你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门。今日兄弟姊妹，愿上帝赐福你，甲你的一家